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大师。 OK， 先把我的游戏是神武幻想。那我们要去找桃石之前呢，我们先去凤鸣村接两个支线。飞行，你看大家今晚这么开心，都是你的功劳啊。是啊，有最后的明火真是精彩，不枉你每日不懈怠的勤练武功。其他人不能讲话。喂，好，我们先找那个蓝珠啊，蓝珠在我们的阿娘家对面。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？这个。待会儿要去找陶石。今年篝火价特别高，希望神灵能听见我们的祈愿，回归以往安宁的日子。大家都这么虔诚，神灵一定会保佑我们的。水域。多亏有你，祭典总算顺利结束了。我记得有两个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好，这个阿元二郎，好的。没错，就这个。好，捡完之后我们再去找陶石。那一个是我们的这个，你就收下吧，这些都是我跳挪舞得来的，我就一个人留着也吃不完。至少让我帮你补补衣服吧，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。哎呦，把妹。想把妹啊，把一个、大叔留在这里啊，不是大叔，那个大胡子，在这里。大胡子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大胡子，熟悉的果实是你送给村人的礼物吧？甜的太心。凤凰上天，照临下土，极地之灵降干风雨。这他念什么？跟我听不懂。我们跟他讲话吧。好像晚上都不能进到人家家里耶。好，我先解完那个两个字先吧。找你哦！闭上眼睛，动作好才可以上开哦。
在哪里？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很难找。好暗哦。什么时候有宝箱？倒是捡到很多神秘物品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找到，你在这里。我们先回采访。立鼎就快好了，等等我要把第一块给大树尝尝。哎呦，害羞。独角好可怜哦。好，回去采访。我想去东海边看看呢。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般，只可惜村人们看不见他们，不然一定会很惊喜吧。啊，我就知道这边有东西，还好我有来。你看到什么啦？是你未来的器灵吗？宝宝也喜欢祭典，对不对？宝宝笑得好开心哦，你看到什么啦？是你未来的器灵吗？哦，这神灵蛮可爱的。宝宝也喜欢祭典，对不对？宝宝笑得好开心哦。你别靠近我的孩子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边就走了。好，我们赶快支线解一解吧。今年篝火价特别高，希望神灵能听见我们的祈愿。多亏有你。卷气上浮，装备。哦，这是什么？
细雨。好，我随便装的。为什么还要装这么多啊？可遇百毒。这个好像比较好。切换角色。好。那为什么刚才不能装？奇怪。我们先存个档，然后再去主线任务。嘿，Go go go！陶石，出去！陶石，你的手伤得怎么样了？我叫你出去，听到没有？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还是，你是特地来奚落我这个失败者？陶石，阿星是关心你。少啰嗦！你到现在还无法走出当年的阴影吗？陶石，阿星是你的兄弟，是我们的兄弟。陶石，我知道说再多次也没用。八岁那年是我不该。不该邀你们一起游向海滨那座传说中的神琴。住口！我真的未料海潮如此变幻莫测，等我和大树回头的时候已不见你，我们当时真的慌了，只能去找教书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确实曾经是兄弟，我曾经不在乎和你一起总是伤病不断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骂你，我都选择相信你，袒护你，但你不该，不该连我阿父也要夺走，你叫我如何再相信你？相信你一个杀人凶手？陶石，你说的太过了。教书被海潮卷走，只是一场意外。你不愿正视事实，只是迁怒、怯怒。少啰嗦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阿父，孩儿不孝。你要是不救我就好。陶石他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大树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我今日特地煮了一些你喜欢的菜，还做了栗饼。你可愿意来尝尝？我不饿。哼，去吧，别浪费人家心意啊，我没事。小飞星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小雨儿他们为了祝贺你在村子里终于扬眉吐气，要在海边给你一个惊喜，你快去吧。不要告诉他们是老头子说的哟。哦。原来细雨在海边。难怪在村里不见踪影。东海病。看到这个，我们成功了，小飞机飞吧。
这都是阿父宗伯的教导，还有大树陪我练习的缘故。西雨，谢谢你们为我开心，多亏你们我才能得到大家的肯定。罗辑之后一切都会好转的，天上的大神定能听见我们的祈求，让风鸣村无病无灾，作物丰收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是大熊哎，好棒啊！呀，石头会动，好大的树，发光的路。咦，还有一个小姐姐。哥哥，我知道了，这些都是你在山里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小贝喜欢他们吗？喜欢。他们都是山里的神灵哦。哇，真的吗？比天上的大神还要大吗？这个嘛，嘿，小贝可以自己问哦。小贝最喜欢神了。哥哥也是哦。呀，哥哥，海上的神在弹琴了。小贝想许什么愿？小贝希望阿福阿娘康康健健，哥哥每天开开心心。嗯，还有吗？第三个是秘密。海面上琴声在动，我们仰望星空，这天地万物共生，凝聚所有的人。今晚的星星好亮。是啊，小飞星，好像你出生的那个晚上。哥哥，每个星星上面是不是都住着一个神？嗯，哥哥相信天上有很多神灵在守护小贝，守护大家。阿娘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好多好多神和我们在一起，可是现在都不见了，哥哥，他们都躲起来了吗？哥哥猜想，他们一定有什么原因，才无法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要是天上的神也愿意下来，和小贝说说话就好了。小贝，青儿。老头子就说他们在这里吧。星儿，你阿父说南老答应今晚让你住下来，以后说不定也来。快跟阿娘回去，阿娘已经帮你铺好床了。啊，阿娘，是真的吗？阿父他们终于认同我了。快回去吧，你阿父想必有些话想对你说。耶，哥哥可以留下来了，小贝可以跟哥哥一起睡了，太好了！不好了，他们几个跑了。
宗伯，飞星，三江两个人过来，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宁四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几个来了，怎么匆匆忙忙的？那些恶徒从柴房逃走了。阿娘，你先带小贝回屋，我和宗伯上山看看。星儿，别担心，我去取就回。宗伯与我左右包夹，必可将那帮恶徒一举擒获。好，那这期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好，这期就到这边。好，喜欢我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粉丝站的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